欢迎大家来到教会，我们是何等有福能够来到教会，一起来与我们在主里的家庭，与主里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敬拜。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赐下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孽，因为他使我们与圣徒做国民，成为神家里的人，因为他伟大无比。谁曾用手掌管住海洋？谁曾计算海沙的数量？万国万民听主神站立，宇宙万物同样神欢喜。仰望我神，仰望我们神，坐在宝座上，我们来崇拜他。仰望我们王，无人能相比，我们来崇拜他。上衣，谁能审问上帝的话语？谁能教导全能全知主？谁能测度他奇妙作为？仰望我们神，坐在宝座上，崇拜他。仰望我们王，无人能相比，我们来崇拜他。谁曾有那钉痕在手间，担当罪人所有的亏欠，永生上帝卑微将愤怒，救主耶稣尽复活掌权。上，我们来崇拜他。仰望我们王，无人能相比，我们来崇拜他。仰望我们神，仰望我们神，坐在宝座上，我们来崇拜他。仰望我们王，无人能相比，我们来崇拜他。仰望我们神，仰望我们神，坐在宝座上，崇拜他。仰望我们王，无人能相比，我们来崇拜他。神哉神哉，神哉神哉神哉，全能大主宰，清晨我中歌声传，云上大至尊，神在神在神。
在慈悲与全能荣耀与赞美归散你真神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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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神是全全全爱全善的全能神，他把我们从罪恶里从死亡和绝望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得到永活的盼望。我们来唱这首歌《大能拯救》。人人都需要怜悯，有无止境的爱，愿慈爱领导我。人人都需要宽恕，都需要救恩恩赐。万民的盼望，让我们再来，从头再来。人人都需要怜悯。永不止息的爱，愿慈爱领导我。人人都需要宽恕，都需要救助恩赐。万民的盼望，那我们来唱救主。可以开大山，我神有大能拯救，他有大能拯救，到永远他是救恩主宰，他复活战胜死亡，耶稣战胜死亡。照我本相接纳我，除去恐惧失败，再次充满我，我献一生来跟随，所有信靠一切，我降服于你。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副歌。救主，救主，他可以开大山，我神有大能拯救，他有大能拯救，到永远他是救恩主宰，他复活战胜死亡，
耶稣战胜死亡，救主，救主，他可以开大山，我神有大能拯救，他有大能拯救，到永远他是救恩主宰，他复活战胜死亡，耶稣战胜死亡。愿主发光，愿全地看见，我们唱荣耀归于复活的君王耶稣，愿主发光，愿全地看见，我们唱荣耀归于复活的君王，救主，救主，他可以开大山，我神有大能拯救，他有大能拯救，到永远他是救恩主宰，他复活战胜死亡，耶稣战胜死亡，救主，救主，他可以开大山，我神有大能拯救，成就到永远，他是救恩主宰，他复活战胜死亡，耶稣战胜死亡，愿主发光，愿主发光，愿全地看见，我们唱荣耀归于复活的君王耶稣，愿主发光，愿全地看见，我们唱荣耀归于复活的君王，再来，愿主发光，愿主发光，愿全地看见，我们唱荣耀归于复活的君王耶稣，愿主发光，愿全地看见，我们唱荣耀归于复活的君王，愿主发光，愿主发光，愿全地看见，我们唱荣耀归于复活的君王耶稣，愿主发光，愿全地看见，我们唱荣耀归于复活的君王耶稣，你能，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耶稣你能，耶稣你能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耶稣你能，唯有耶稣，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你和我
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俯视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谁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我们爱，神先爱我们，谁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弟兄姐妹，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众弟兄姐妹能够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自由拥有掌管天地万物的上帝。主，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再次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俯伏来敬拜。主，你自己叫我们能够再次的因着你十字架的宝血，你洁净，你遮盖我们，好叫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主面前的敬拜而蒙主你自己欢喜悦纳。主，我们求你自己再次的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主，能够再次敞开我们的心灵，让主你自己圣灵你自己来做掌管引导的工作，你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让我们用诗歌颂词赞美读经，也透过今天早上讲员的信息，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在神灵面前能够知道神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心里，好叫我们在我们的一天的每天的生活里面，主，我们都有做主你圣灵的引导，好叫我们在神灵面前能够再次活出主你自己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在神灵面前成为你的见证，见证颂赞荣耀主的圣名。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自己的灵，你充满整个会场，好叫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来祷告，来真理，用真理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口唱心和，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归于主的圣名。主，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在当中我们有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或者是他们在职场或者在家庭或者在工作或者在学校各个场合，他们经历了心灵的痛苦软弱，他们需要神你自己的扶持。主，我们就这时候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凭着信心来到我们施恩宝座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再次的透过敬拜能够再次的心灵得到释放，你让他们能够再次知道神你是怜悯施慈爱的主，因为你自己凡事也经过试探也经过了苦难，你知道我们众人的软弱我们的需要，求你自己用你的爱你的慈爱神说你自己来引导我们扶持我们建立我们，好叫我们在神灵面前能够再次的因着神你自己的引导，我们能够再次的有一天我们一起来颂赞神你的圣名。
天父，我们感谢你自己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愿你自己的圣灵从头到末了都一直在引导着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再次的在这里的敬拜主，能够大大的得到充满做喜乐，充满做荣耀。主，我们感谢，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背诵主导文，一二三。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姐妹请坐。好，现在是家事报告的时候呀，所以有是第一次来的请举手，让我们大家来认识你，也是欢迎您，有没有 OK？ 好，欢迎我们那位姐妹。OK， 过后的话请我们的姐妹到楼下茶水。好，从白过后呀，今天是再讲，今天是大会的主日，主题是坚固信仰巩固家庭啦。有没有大会信息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of all our Presbyterian churches, our Lord Jesus very graciously, kindly left us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 unfinished task of bringing the good news of Jesus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nd so I rise always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challenge you, exhort you to do that. And as we do that, we are supposed to fulfill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which is to love God with all our heart and mind and soul.By loving each other as disciples of Jesus. So, once a year, we remind ourselves with various ministries, various events, of what it means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highlight to you is that once a year, we have Synod Sunday. And for Synod Sunday, pastors of different churches go to their different congregations to preach the same message of the good news of the entire Bible, focus on the hope.The living hope of Jesus. Please welcome the different pastors. Please embrace our unity in Christ Jesus. The second thing that expresses our love and our unity that we're planning this year, very special, is an outing, a family outing to Bird Paradise. And the tickets are limited. It's at a very special discount. It's held during the National Day Week, August the 10th. And we encourage young and old to come and celebrate with us. And so take note of the date.August 10th, Bird Paradise Family Outing, and this is in line with our theme, Strengthening Faith, Strengthening Our Spiritual and Biological Families. Last but not least, as part of us being one, making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that we have in Christ as we share the gospel, is God has blessed us with a new office, a new interface, a new office at One Holland Village, or OHV in short. We pray.That it will be ready by maybe September, October, and we invite as many of us to invite our family and friends to come and see and use this place, because it will be a co-working space, a new fa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a new interface for a younger generation to invite your friends to just hang out, chill out, work together, share together, grow together. In all these ways, we pray that God will strengthen us to be a shining light for Singapore and beyond Singapore as.The Presbyterian Churches of Singapore. In Jesus' mighty name, we always pray for God's glory. Amen. 好，现在OK， 就是到会有一个特别的奉献了哈，就是你们可以通过电子转账来奉献就是扫那边的二维码，然后用 PayNow 还是 PayLa 来，还是说输入你的 UEN 号码这些等等哈。还是说你可以用支票直接寄给我们的 Syno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ingapore。 如果你通过任何的方式来奉献，你们请注明是给 Synod Sunday 2024 他没有收现金。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去来做个电子转账，你就请你的弟兄姐妹们来帮忙你奉献。 OK， 现在是
今天是大会组织交换讲台的日子了，我们有张世华牧师在我们这里，请欢迎他啦，拍手掌欢迎他。张世华牧师是长老会加恩堂的助理牧师，他1994年毕业于新加坡神学院道学硕士，2005年毕业于新加坡神学院的教牧博士，这样前后牧年的32年，已婚，已经有2个成年的儿子。这样老婆李淑珍是恩泽堂无节路的聚会的圣热主任。好，谢谢张。OK， 这是我们五月的财政报告。你看到很多不敷的项目了。这样建堂基金的不敷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里的讲台还有厕所的维修。这样宣教基金的不敷是因为奉献的数目有减少了。这样请弟兄姐妹们尽量奉献给这个宣教的事工。这样另一个就是外展基金的不敷，其实是由于我们5月19日我们一个双亲节的开销，那个是相当大的数目。这样整个五月份的总不敷大约是10000。 OK， 谢谢张。 OK， 来临的拜三7月17号我们有一个联合祷告会，最主要是为做我们来临的60周年纪念来祷告。这样有6个祷告的事项，就是抢救灵魂、更新敬拜、关怀相爱、深化信仰、巩固家庭、传承下一代了。这样在楼下的门口它是有一个桌子，它 上面有个箱子放做祷告事项的卡片这样的话请你们就在楼下拿到卡片，写上你要为教会祷告的事项，然后投进楼下门口的那个盒子里面。这样它也是有那个箱子，它放作那个卡片，就是要我们发掘教会的无名英雄就是因为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都默默地为做教会服务，使到我们教会的运行能够顺畅。虽然是小事，但我们让我们看到人都是感到心暖这样也是请你们在楼下的门口那个像这样子索取那张卡片，然后写下你的人选还有你对他的感恩。这样不过刚才那个什么为教会祷告事项的那卡片今天是截止所以你们要当你们等一下下去楼下的时候你就尽量填下去，然后放在箱子里面。不过投给无名英雄的话，他截止日期是2个礼拜后谢谢张。 OK，这是2年中心所举办的骨质疏松症是什么呀？它是在来临的星期510点举办了一个讲座是在这里进行。这样入场是免费，不需要报名，也是由午餐供应。这样讲员是圣大社区保健机构的人，他会派人来传讲这个信息如果相亲的你们想要问多一点相亲的话，可以去办公室那边询问欢迎你们告知那些所认识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参加这个讲座下个星期6晚上我们的宣教牧师董善良他会来分享他在亚洲的宣教事工，这样地点是在这里也是有晚餐供应，6点开始这个晚餐这样的话过后有敬拜宣教分享还有祝福祷告这样。不过你们需要报名请你们扫那个二维码来报名，好让筹委们知道有多少人会来吃晚餐这样报名的截止日期是来临的星期317号。 OK， 我们也是有线上的讲座，就是关于福音派的起源还有特征与挑战这样讲员是我们的科牧师，时间是晚上8点到9点，是通过 Zoom 这样这期是24号还有31号7月都是拜三所以不需要报名，当天晚上直接上网就可以了OK， 我们的青少年小组它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是在7月27号拜6下午1点到6点，这样节目有敬拜、游戏、检讨、晚餐还有团契这样欢迎所有的青少年都来参加这个聚会。不过你们需要报名这样截止日期是26号，就是前天。这样
相亲的话，你们可以向明佐知事或秀香姐妹来询问。呀，也是邀请你们，如果你认识一些青少年的朋友啊，他们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特别的聚会啦。OK， 接下来是启发儿童亲子课程，它是用华语来授课，它有五堂课，它是在星期六下午2:30到5:00，啊，是整个八月的星期，呀，整个八月的星期六，还有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啊，这样地点是楼下的活水厅，这样欢迎父母跟啊带领的孩子来参加啦，啊，孩子是从0到12岁了，嗯，这样费用是每个人。每个家庭100块呀，因为这个啊100块是包括手册啦、讲料、资料啦、插针这些等等啦，所以好像上个礼拜啊，文明知识所说是相当便宜的啦。呀，这些你可以看到的是啊，当天的活动是有这些活动啦，哦。相当啊精彩，先生。呀，今天是啊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我们有午餐团契，我们有午餐供应了。这样，等一下你们崇拜过后，请你们留步在楼下用餐了，还有团契。呀，为了啊方便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做电子奉献哦，这样的话。啊，我们教会在楼下2楼的灵粮阁，还有3楼的同修厅旁边的布告栏，都有啊放上这个二维码给你们去扫描呀。这样，不过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在电子转账前哦，请注意接受者是 Jiangyi Methodist Church 呀。还有，如果能够的话，你们就在电子转账后哦，请电邮给办公室告知你们所奉献的项目。好让记账的同工可以清楚地记录你们的奉献。啊 ，OK， 现在我们就做一个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的提醒，要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建造在磐石上，不然的话，当我们在生活上碰上严重的挑战和困难后，我们可能会对你失去信心而离开了你。主啊，求你就不断地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地来遵从你的教导，又遵行 你所要我们做的，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继续地成长，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现在我们要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和才干，用在你的圣工上。求主悦纳我们欢欣乐意的奉献。我们的祷告是靠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早上好，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以弗所书2:19-22，请听我来念这段经文。以弗所书2:19，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门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整座建筑都靠着他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22，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经就读到这里，愿上帝祝福听从并遵行他话语的人。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到主的圣所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是大会主日，好，我也是一样，好，要代表大会，好，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灵性兴旺。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也就是我们大会所给的主题，坚固信仰，巩固家庭。好，那希望能够建立弟兄姐妹对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呢更加的认识，
OK， 更加的认识，更加的委身、而且更认同，有归属感。当然了，今天本来、大会所讲的说巩固、信仰、这个不兼顾信仰巩固家庭呢，这个家庭基本上有两种，一个是指我们原生的家庭，一种是就讲的家庭，就是我们教会的大家庭。好，那今天呢，我的主要讲的是在教会里面的大家庭。毕竟因为原生的家庭呢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有些是基督化的家庭啊，有些是只有一个人的信主的家庭啊，有一些又是单身的，有一些又是已婚的，有些是年长的。好，在不同的家庭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讲这些信息呢？我需要我真的不够时间讲讲原生家庭，又讲这个教会的大家庭，所以我今天集中在教会的大家庭。好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巩固信仰啊，我们怎么样坚固信仰，巩固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大家庭。好，那今天我再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新闻里面的先，首先先跟大家讲，教会是一个身体。好，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说正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然很多，身体人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做奴隶的，是自由的，都在一位圣灵里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都赢了那一位的圣灵。就是说教会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一个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呢，其实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必须互相照顾的所谓的身体。我们是肢体呢，这样的一种状况是怎么样？好像哥林多前书接下来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所说的，他说好使肢体能够互相照顾，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肢体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能独善其身，脚受伤了全身都不舒服，任何一个肢体都受伤，受伤了都会影响全身，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一个身体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不然呢，然后脚不听话我们就会跌倒，我们也会整个身体都会痛，所以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个弟兄不关我的事啊，这个姐妹有什么事不关我的事，我们不能这样讲，因为我们是肢体，我们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一个肢体受伤我们就受伤，我们就会痛。如果你说我不会咧啊，那可能有问题咯，因为你可能不属于这个身体的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四点，好，有关于如何坚固教会这个大家庭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一点，首先我们就是要确定我们是一家人。好，圣经里面讲说，这样看来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来到了这个不但你教会来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参与侍奉呢，基本上呢，我们有三个不同的家庭。好基本上我是个人是这样子放三，其实也不可以说不止啦，甚至可以有四个五个都可以，有人这样讲啦，好，我讲三个是什么呢？第一，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原生家庭。好，第二呢，我们有团契或者小组，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的小家庭，毕竟这个教会里面有几百个人，我们很难每个人都很认识很深交，对不对我们如果要去照顾两百个人的需要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在团契里面，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深入的去认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家，这个我们叫做属灵的小家庭当然还有一个教会的大家庭当然有人讲说不止不止，还有宇宙教会的大家庭整个世界里面所有基督徒都是一个大家庭那个讲而已啦名义上是啦，实际上那个人痛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好了。所以大家庭坚固呢，小家庭就稳固，当然小家庭稳固呢，大家庭也就坚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坚固我们的信仰，巩固我们的家庭呢？首先就是什么呢？我们要认定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真的吗？你真的把这个张毅不但你教堂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作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吗？利伯润，好，华里克牧师呢曾经讲过，他说在教会里面啊，有一个癌细胞，癌症细胞，这个癌症细胞呢叫做嫉妒。他说嫉妒呢是很可怕的一种癌，属灵的癌细胞，很容易在教会里面产生，最后呢扩散。好，老师说一句话，我相当认同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吗，今天你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连续剧，好，有没有看韩剧啦也好啊，看武侠的剧也好啊，或者你要看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爱情片也好，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到很多的，甚至武侠小说也好啊，或者是爱情的也好，或者是科幻的都好，它的这个故事，它的事情的发生的来源呢，几乎跟嫉妒不能不脱离啊。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发生呢？因为一个女主角呢被一个另外一个女孩子嫉妒，所以呢这个人就要害她，为了要害她，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故事。哇，后来我发现了武侠小说也是这样的，《天龙八部》里面哦，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有一个长老的太太嫉妒乔峰，所以呢他就害他，然后结果呢整个故事就变成一个故事了。武侠小说故事最容易讲的为什么？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大概十之八九了他的全家被杀，只有他一个人得救哈，他被救到了之后，长大他就学到了武林高这个绝世武功，然后要报仇，在报仇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很爱他，最后发现到这个他女儿，这个女孩子是他的仇人的女儿啊等等，这个就是故事了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总而言之说，很几乎所有的剧情，你去注意一下，嫉妒就是那个故事的产生，而且呢，就是一个癌细胞。说教会里面有嫉妒吗？教会里面有吗？有，很可悲，这个是一个事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一家人的话呢，我们不应该有嫉妒。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对不对？我讲一个简单的比方，最近奥林匹克运动会要来了，好，如果今天跑100米赛跑的那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当我看到我的儿子在那边比赛拿到冠军的时候，我会嫉妒他吗？我说 you jealous 他，要害他吗？不会，我看到他跑第一的时候，我开心得不得了，全世界我都想知道，然后告诉别人说那是我的儿子，很荣耀，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如果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哪一个人很成功，哪一个人非常的得到很大的称赞荣耀，很多的成就，我们会告诉他们，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我们是在主里一家人的，我们会觉得很无上的荣耀，这个才是一家人。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成就别人被称赞我们就觉得嫉妒他觉得好像要贬低他才好，那就不是一家人。我们不是这个家庭的人，我们就不会觉得他的荣耀，他的成功就是我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巩固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坚固我们的信仰，巩固我们的家庭呢？第一，确认我们是一家人。第二，接受或者说学习我们的家规。我们有家规啊，一个家庭总要有家规啊。家规是什么呢？当然圣经说，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圣经。因为在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基本上圣经还没有完全编成，所以呢他就说先知是谁？就是旧约。好，使徒是谁呢？就是新约，所以就是新旧约圣经。圣经就是我们的家规。我们教会好长老会了哈，本着政府的要求，我们必须注册，我们必须注册成为一家非盈利的这个公司。好这个有很大的方便，也没有违背圣经的教导。
当然我们注册成为社团里面的一个公司，我们必须制定一些的条规，所以我们一定有 constitution。 好，重点是人虽然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设立我们所谓长老会大会的法规，但是我们要承认一点，我们人是不完全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呢，制定出来的条规呢也不一定是完美的。如我常常说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如果你要求完美的话，本身就是一种不完美，因为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完美的事情。当然我们教会作为长老会，我们有长老会的法规，我要讲的是法规也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必须什么呢？遵守。因为我们既然成为长老会的一份子，我们就必须完成这个我们就必须遵守接受学习这个法规。当然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法规了，最重要的还是圣经。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圣经，了解圣经，因为圣经才是我们真正的家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了，我们要怎么样行事为人，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呢？就是学习圣经的话。你知道吗？我做了牧师32年，好其实不止我读神学读了6年全职，然后呢在宣传大会2年，所以其实我全职侍奉已经40年了，满今年刚好满40年，32年是牧会。在这个过程中呢，当我受了神学毕业之后我就发现到有一个很奇妙 的事情，经常都有一些弟兄姐妹来问我，牧师我们基督徒我们这样做可以吗？那为什么他要问我可以不可以呢？难道他不知道吗？很简单，他觉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呢？因为他觉得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我说那你自己好好读圣经不就知道咯所以我很多时候我们做牧师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当别人来问我们可以不可以的时候，那你知道我们牧师在想什么吗？你头脑里面一定想圣经里面有怎么的原则的教导，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吗还是不可以吗等等。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因为真正的重点很多时候是在心态，不是在表面的这个可以不可以这样做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如果有这样的心我们才知道。当然了，也有一些 很清楚的，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应该这样做的话 有违圣经的教导，那是 很直接的。各位弟兄姊妹，那我再问你，你知道吗？如果说不是，我不是很清楚呢，那不是很清楚的话呢，不是你对这个事件的了解不够清楚，而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不够清楚。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规都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犯了家规都不知道咯，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兼顾我们的信仰，巩固我们的这个大家庭的话呢，第二点，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的家规，好好的学习圣经的话语。好，第三，如何巩固教会这个大家庭呢？要听从我们的家长。我们有一个家长，好，这个家长是谁呢？圣经里面说，就如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整个建筑都是靠着他什么连结配合，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个我们教会的大家庭呢，我们应该说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重要的人我们讲是家长了嘛，因为家里嘛，家里面家长最大嘛，对不对？那耶稣就是我们的家长，好，因为他是我们的奠基石，好，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该听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肢体成为一个身体，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能够不听从耶稣基督 的话语。好，所以耶稣让我们成为圣灵的殿，所以耶稣呢
是我们的家长，我们就要听从家长的话。那家长有什么东西要指引我们的呢？要我们去完成的呢？我们就去做了。我们做爸爸的在家里 我是爸爸嘛，我有两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就啊，你要好好读书啊，你要去洗碗，你要去做什么啊？我们叫他们做，他们就要做，这个才是家长。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孩子，我们就要听家长的话。那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说哈，你天父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来？他说我也差他们到世上。原来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因着天父然后差他来完成一个使命，然后呢耶稣完成了他的使命呢，就差我们去最终完成这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哎呀，大家都很熟的啦。牧师你再讲这个我们都听了几百遍了咯，就是马太福音28:19-20，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其实这个家长呢，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呢，我们就简单的来讲，是大概有三件事情。第一呢，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当然传福音怎么传，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很多方法。第二呢，当然就是建立教会，第三呢，就是教导和遵守圣经的教导，对不对？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嘛，所以他教训我们的东西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经，然后再教导圣经，对不对？然后再落实圣经的话语。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三件事情。当然，讲到传福音，我相信大家都听了好多次了，如果在教会里面要传福音啊，有时候有一个牧师说哈，如果你要让弟兄姐妹觉得生活有点内疚哈，属灵的内疚，你就跟他讲你有没有传福音，你带领几个人信主。哇，讲到这样他们就哎呦内疚内疚哈，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容易。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在这个泰国服侍了10年的宣教士，他回来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在听他在一个毕业典礼里面讲道，他是讲英文的，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 If not necessary, don't use word. 如果不是有必要需要的时候，不要用话语来传福音。因为他是宣教士，他很清楚，他说来到宣教的工厂传福音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If not necessary, don't use word. 不要用你的那个福音的信息来传福音，因为没有果效的。好，时间的缘故，我很快的讲一个故事啊。在还没有手机还没有发达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印度，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到了这个印度呢，就被分派到一个小镇里面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很不幸的，他得了这个叫做疟疾马拉利亚，那个疟疾呢很可怕，他一定要住院的。对不对？要不然他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不过还好他没事了哈。他住了那个医院呢，哇，你知道吗？在印度的小乡村的一个医院哦，太可怕了。当时又刚好有一个同工会，就是他们宣教机构里面的同工会，所以他的那些懂印度文或者懂那一个乡下那个印度文的同工呢，都去开会去了。他就把他丢在医院呢，然后就斗龙那个服侍看顾呢。他们就开会去了，那他就在那边，他就很想把福音传，因为宣教士刚刚到那个地方嘛，他就有很多的传单是那些印度文的啦，他想把这个传单分给那些服侍或者病人来看，没有人要看，没有人有兴趣，哎，他就没办法了，无聊了，他就看到对面的床有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很惨，他生病，他又没有力。有一天他看到那个老人家一直看着他，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又不知道怎么讲话。后来原来他那个老人家泻肚子，他想要上厕所没有来不及上，然后就在床上上了。结果呢，那些印度的那些护士来就看到哇，这个老人家又在那边大便，哇，就很生气啊，你说打他骂他，总之就是在骂他就对了。没办法，然后第二天
老人家又来了，哇，他就知道了，哇，又他要上厕所了，哇，他虽然中了这个病，不过他还有力了，他就扛这个老人家去厕所。你知道那个厕所是怎么厕所吗？那种厕所不是我们现在的马桶，哇，很清洁的，还有香气的，没有的，很臭的，而且没有办法坐的，没有坐垫要蹲的，那老人家又不能蹲，怎么办呢？他就只好扛住他，让他蹲啊，完了之后呢，还要给他洗屁股。完了之后呢，就把他放回那个床上，啊，结果呢，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个老人家跟他有默契了哈，只要他看着他，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啊，那个宣教士也没办法了，就只好做了哈，啊，后来呢，他就发现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些护士哦，那些病人哦，开始跟他拿他的传单来看，然后。第三天，哇，那个他的同工开完会回来了，哇，他就问他的同工，哎，他的同工，那里有很多人就跟他同工讲，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讲什么，但他的同工就看着他，他说你这几天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人哦，对我们的基督教的福音很有兴趣，很想认识我们所的信仰，你到底做了什么？他说我没有做什么，我就是看到老人家，就带他上厕所而已啊。所以传福音不要靠口传，不要靠我们的话语来传，没有果效，要有什么呢？要有行动，要有见证。所以耶稣说，你们是我的什么？见证人，做我的见证人，见证 testimony， 就是我看他们看到我就看到了耶稣的见证。当然还有建立教会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了哈，我就不讲太多了哈。可能你会说，牧师啊，这个信息哦，这种叫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侍奉啊、传福音啊，叫太多了，听太多了，有时候听到麻木。好，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三方面哈。耶稣用三个方式呢来鼓励我们去执行他的使命。第一呢，耶稣他用爱心激励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节，就圣经里面就说，原来基督的爱催逼我们，和本是讲激励我们，好，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了，为了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上帝首先他用爱感化我们，激励我们，要我们去完成这个耶稣基督颁下的大使命。第二，耶稣用圣经用上帝用奖赏来鼓励我们。在腓立比书3:13-14，保罗说，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借力追求，为了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什么奖赏。保罗说，我为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为我要得到奖赏，因为这个奖赏是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我的。他为什么会赐给我？因为我按照圣经的要求，按照上帝的要求去做我该做的，那么我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得到奖赏。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就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们活着真正的意义，就是去完成神托付我去完成的使命。每一个人的使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啊！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今天我们享受在这里有冷气哈，然后冷气要 maintenance 嘞，如果坏了的话，你还要去找三个 quotation 来找一个人来 replace。这些有没有人做？有，他也是在侍奉，但是他侍奉可能你们看不到的，就是无名的英雄。因为做来做去，大家都不知道，只知道如果冷气不冷的话，我们就怪长执会，然后呢，长执会说，就怪那个要去执行的人。其实呢，每一个人都在配搭，有些人教主的学，有些人洗碗，有些人煮菜，每一个人的服侍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做的是完成神托付我要去完成的使命，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因为你问我活着干什么？我活着就是要做神要我做的。如果今天我不要做神要我做的，那么我们活着就是没有意义。
我们活着就好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所以上帝用奖赏来激励我们本来不可以不需要的，上帝不需要给我们奖赏的，我们也不应该说只是为了要得到奖赏我才侍奉主，因为上帝的爱先激动了我们。但是上帝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他给我们 bonus， 就是奖赏。所以呢，保罗说，哎，这个奖赏是好的，他要，所以如果你不要你给我，我要、啊、我刚才已经讲了，我服侍了、啊、全职服侍了40年、啊、我奉献到现在，全职奉献到现在40年，我想来想去、哦、我都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上到天堂奖赏应该不会太少、啊、不是骄傲，不是骄傲，这个是有点自信嘛，对不对？毕竟真的嘞，你以为侍奉牧会32年，真的，我从来没有说从一间我有换教会了，但换教会的时候我没有说休息一个月之后才换的，没有 continue 32年没有停过，不容易哦，对不对？啊、我之前在这个加恩堂之前，我在恩泽堂、啊啊、在那里呢 就真的是忙到要死了、啊、我觉得哎呀，忙是没有关系的了，因为我知道上帝一定会透过他的奖赏来激励鼓励我。我不知道今天如果晚上你睡觉、啊、不小心、啊、没有呼吸到、啊、就回天家了，你有多少奖赏？你知道你有多少奖赏吗？你肯定你会有很多奖赏吗？还是你说牧师我不知道嘞，拍摄嘞？不过我告诉你好消息是什么呢，就算从今天现在开始努力还是来得及的。你说牧师我70岁了我80岁了，没关系，不怕迟，只要开始就可以，奖赏绝对少不了你的，就是问你要不要开始，要问上帝，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在教会里面在哪一方面服侍，只要你说我都愿意顺服。感谢主，将来你到天堂的时候记得谢谢我一下，好，因为我告诉了你这个秘密。 好，第三呢，他用权威来命令我们。哇，这个来，如果我们真的不听话他驳扁了。好，所以哥林多前书9:16-17说，我传福音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能不传，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如果我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即使不甘心这职责还是托付了我。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责任你托付了我，我不做我就有祸了。而耶稣基督在颁发大使命之前，其实他讲了一句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但是呢很多人没有读、啊、就是马太福音28:18，耶稣在颁发大使命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天上地下、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我，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去。哎呦，是谁在吩咐我们就要去呢？是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身上的人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我们怎么敢不去呢？对不对？今天如果是黄总理叫你们去我们都要去啊，何况啊，这个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说，然后他才讲这句话，所以你们要去，谁敢不去？哦，我不敢。如果你敢，你的事了。哦，不过我已经告诉了你了。哦，不要怪我。所以教会呢，我们必须要听家长的话，因为我们的家长是一个有权威的家长，他是一个慈爱的家长，他用爱激励我们，他是一个慷慨的家长，他用奖赏鼓励我们。但是他也是一个权威的家长，他用权柄命令我们，我们岂敢不做，对不对？所以要巩固、要坚固我们的信仰，要巩固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听家长的话。第四，要落实我们教会的合一、
好，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一同，一同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不是一个人，你们要去，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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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是你们要去，是你们一同建造。我们这个大家庭一定是要一同建造的，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好，所以上帝要我们建立教会呢，是一群被建立起来的，教会要合一。好，最怕的就是规矩太多，好，限制了圣灵的工作跟带领啊。我牧会了这么多年哦，我有感触。有时候啊，教会要发展一些东西，哎呀，我们有一些限制。我们以前开会的时候说啊，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很多规条限制了我们。但是呢，我更怕的是什么呢？教会合一最怕的就是没有规矩，没有规条，乱七八糟。这个人要做这个就做这个，这个人要做那个就做那个。结果呢，教会一大堆的事工，做到大家喘不过气来，然后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反正教会就是没有规条，大家要做，按照圣灵感动，你做就做，你做就做，结果乱。但是我也怕太多规矩，结果限制了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平衡。好啊，怎么样平衡呢？啊，就请科牧师来做了哈。OK， 啊，所以接着做一个结论，我们要落实家庭的这个教会的合一。或者说我们要落实一个我们这个属建立我们这属灵的家庭呢，我们不要怕麻烦啊，也不要怕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总是会出现问题的。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因此就说哎呀，教会怎么可以出现问题呀？你这句话不合逻辑，你懂吗？教会怎么就不可以出现问题啦？圣经里面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教会不可以出现问题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教会是一群什么人？是一群罪人，对不对？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来信耶稣嘛。你是好人，你就不用来了。那既然是罪人都来到这里了，一堆罪人在这里，你说会不会出问题？当然会有问题啦，对不对？当然，出了问题不怕，我们有圣经的教导，圣灵的指引，我们就慢慢纠正我们的问题嘛。啊，最怕的教会的就是什么呢？一些人小气的不得了，讲是一家人，一出现一点问题，我离开了，我不要来了，我不要做了。一家人怎么可以随便讲这种话，对不对？我如果我的家里，我的孩子看到我做了一些事情，他不满意啊，我离家出走了，我不要这个家了。我是想打死你啊，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们家里有问题，是我们一些罪人在一起必然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我们重点。所以不要怕麻烦，不要怕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嘛，有什么隔夜仇，对不对？大家哎，体会一下啦啊！大家拿出圣经来啊，按照圣经的教导祷告，圣灵的保守带领啊，就可以了嘛哦。还不懂得就问科牧师啊。但是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要更新，要突破。哎，我感谢主了，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哎，你们这两个大的没有用了哈啊，就是这个不是用这个了哈啊，这是好，好、啊。然后呢，我发现哇，你们这个啊、这个有年轻的气息嘞，啊，我感觉到灵唱，你看哇，穿着一个这个这样，哇，多好，不是像我们这种老套的，就是带一个领带上台的，啊，有更新，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变迁更新突破，巩固信仰，啊，坚固信仰，巩固家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么多年来建立了布大尼这个江一布大尼堂，我们看到你在这里为他们树立了这美好的一个见证，让周围的人有机会听信主你的福音，也恳求天父上帝保守他们能够在主里彼此同心合意，信望主的福音，
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完成你所托付他们的使命。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们。好，把时间交给下一个。罪人，但是求神赐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的使命、耶稣的爱、耶稣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你和我。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是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谁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长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谁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长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只要微笑，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散会，愿神祝福大家。